车时，你以为有日行灯很高尚，后来才发现好像哪里不对路。今天来了一辆奥迪 A4， 让我们为他治疗那双不齐全的眼睛。我话都没说完，小哥哥就按耐不住了。改灯必经之路，必须进入烤箱烤个7749天。小哥哥又着急了，几分钟就按耐不住，准备展示他的功夫。首先把灯壳分离，好在这块灯胶是活的，不然又要加班了。我们已经准备好全新的灯壳、导光条，还有最主要的 X-ray Vision LED 龙珠眼透镜。话不多说，先让我们的技师帅哥露两手吧。回声后是什么样的效果？这是之前连鬼看到都不会跑的亮度，这是经过我们的上一只手打造后的亮度。关注我，车灯问题迎刃而解，您一站式的汽车照明专家。